亲亲抱抱，那个叫什么？亲吻，拍亲亲抱抱，亲密，两个字，对，啊，会干嘛？水户波游戏，来啊，可以啊，来啊，来啊，谢宗友，好不好？来，谢宗友准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柏文，在奇迹中饰演陈毅。Hello， 娱乐百分百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江典，在奇迹中饰演艾迪。Hello， 娱乐百分百的大家好，我在奇迹中饰演的是范泽瑞。Hello， 于白，我是林玉彤，在奇迹中饰演白宗义。来，欢迎天凤，快点完结篇了，完结篇了，没错，有想哭的心情了。目前还在酝酿中。等一下就哭，等一下有谁会哭的？要不要先自首一下？没有了。等一下哭吗？对啊。其实我没有到非常难过，是我们一起走到这兒，其实蛮开心，很期待今天。是。还没想到说，哇，我好害怕会不会哭啊？是你们会怕等一下在粉丝面前哭的吗？因为等一下你们要一起看。如果要讲会不会怕在别人面前哭的话，我是非常怕在别人面前哭。所以你会就偷偷就在那边就是试泪咯？我会就是眼睛张很大，然后就是然后边笑边哭，好不好？就是笑一下，然后就从眨眼睛，然后被发现，想办法压进去，然后被发现之后就，哦，像上次我就发现，我马上就是狂眨眼睛，然后就开始笑，让自己不要哭出来。你赌一个？我觉得张点吧。哦。我也猜想江典，哎，点点两票。对啊，来，我想改一下。为什么？你改谁？我觉得柏文，我觉得柏文一定会。他先哭吗？我觉得是他不一定会先，但是他一定会。哦，哇哦，点点呢？我觉得安妮塔姐。好，认真讲一个。认真讲一个，我觉得他。啊，两票了。哇，我觉得是江典。晚上看就知道了。OK， 算是选择。对啊，搞不好是两部最惨的。到时候我们会上字幕打脸那种。这是怎样？不想道别，对啊，不想说再见，还是得说再见。我想感谢白宗义这个角色，对，是他是我第一个角色，各自的角色造就了现在的我们，然后就是。谢谢他一路以来的陪伴，然后遇到范泽瑞，对，就是真的是很感谢。因为我觉得角色他不会离开我们太全部离开，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不会跟一个角色说道别，但是我会把它放在心里的某一个部分。所以我应该也是真的很感谢范泽瑞这个角色，也让我他选择了我，让我去诠释他，让我感受到这一切。然后要让我知道说，凡事都有奇迹的，凡事都有奇迹，所以要努力的生活下去。我自己不会觉得我跟艾迪要道别了，对，就是就像刚刚徐凯说的，虽然这个阶段可能告一段落，但是角色还是会存在我们心里，就跟就是奇迹 K4 一样，就还是会。就是未来一定还是会见面，然后一定还是会遇到，所以就这个阶段来说，我很感谢艾迪，就是对我的生活造成蛮大的，就意想不到的改变，然后我希望我可以记住，就是艾迪给我的感受，然后从艾迪身上我感受到，我其实是有。能力去展现我的情绪，然后表达我的情绪，然后别人也会接住，总有一天。当然跟大家一样，就是我一直从十二集大家开始感性，然后再到现在，然后你们问我们说要不要对角色或者是说再见这些话，我都觉得啊，我还没有觉得说要说再见的时刻到了。然后我觉得诚意，我之前有说过，我觉得诚意某些部分，我某些部分跟诚意很像。我在遇到很多可能对自己来说重大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会把这些东西压抑住，不敢像平常一样去寻求帮助。然后也谢谢艾迪，最后愿意接受诚意，再给他一次机会，相信他。哇，爆笑啦，两位。
不要哭。好，那我等一下来聊一下彩蛋，今天的这个彩蛋。好，来先放开了。不要那么不舍。好，聊一下彩蛋，就是录这部录音的这个过程。能不能完成？好像我们还被审查了一下。对对对，他先叫我们每一个人录一首自己很喜欢的歌。对，拿首歌来一下。对，看看看可不可以录彩蛋，但好险我们。还算 OK， 还不错了，还不错。我有看一下这个过程，其实还是蛮不错的。没有啦，没有，讲点，讲点，没有。他最飙，他飙高。对啊，飙高音，高音我都吓到。没有啦，就前几天你才是真的能量输出。反正是前几天。所以你是认为江点最会唱的哦？还是他对他情感流露的透过文字的蛮有的。唱的时候很多低音的部分其实是他负责。哦，然后我觉得很可爱，就是那个芋头白白，他的声音就是，哎，真的有那种白中艺的感觉，就是很纯粹，很就。要现场来一下，来句嘛，来句。一句，我觉得这个进步幅度最大的是，就是博。哦，那博来一句是不是？对啊，来一句。哇，现在进步幅度最大是我啊，进步幅度最大，没有，因为你那天是第一，哎，你那天是第二，我那天是第一。对，是第一个。哦，对，王姐。然后我记得，因为开始，因为你前一天就跟我说你有点惊。哦，对。前一天跟我说就是啊，为什么要唱歌啊？我说。对对对。我觉得唱到快升天了。我觉得我比较唱到快升天，因为我其实现在你们听到我讲话的声音其实是比较低沉。能不能秀一段啊？就不行。我之后应该有机会。好，那约定好了哦，之后给唱个歌。对，好，真的好。有机会啊。什么意思？四个字，一个字，四，原本三，四个字，原本三，四个字。我最喜欢吃的，我最喜欢的是的，我最喜欢的是吃的，我最喜欢的食物，吃的，哲理，你最喜欢的食物，草莓蛋糕，哎。啊！一二三四五六个字，柚子六个字，对，我们的主题曲，你们的主题曲，主基础，主题曲，地基础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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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唱歌，嗯，主题曲，奇迹，主六个字，对，我没有资格，no， 这十个字 ，no， 不是，我们一起拥有你的明天。哎哎哎，行，哎，1×26，但你答对两题，两题而已。好，下一组。这部戏叫什么？奇迹耶！这么大声，在我房间会干嘛？演什么？两个字啊！在我房间会做什么？两个字，会抱抱，总称。亲亲抱抱，那个叫什么？睡觉。亲亲抱抱，那个叫什么？亲吻。拍亲亲抱抱，亲密。两个字。对。啊？会干嘛？导演要拍我们亲亲抱抱在床上。跳上床。耶。张腾本名是什么？张腾的妹宋伟恩，耶！我比较短啊，你吵架吧你？因为我觉得听到吗？确定没听到？你确定没听到吗？啊？你确定没听到吗？我听到了。其实够大声就可以。其实这音乐真的蛮大的。OK 了。啊！机关这边获胜了。给我一滴水。好，那开始，来，猜拳，来率先。先，节奏不，节奏不，不，二，好，我说，先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游戏啊，我有看过韦静他们玩过，只能一次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先赶快就直接来了，好不好？哎呦，现在哎，来下一组，换我们嘛，对不对？先选一个。哦，太湿了吧。哦，哇，笑哦。太湿了吧！一次哦，一次哦，好，来，好吧。
要看看什么叫哎羽球选手的力量。哎，